谁呀、啊？哎呀，虎娃，最好别让我逮到你。我来了。虎娃，虎娃，对，就是你在乱世里被选中的英雄。乱世英雄？哦，是新出的 AR 游戏吗？做的蛮真实的呀。那是什么？哦，那老爷爷，您是谁啊？其实你不用知道，您现在情况紧急，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。等一下。爸爸，房间里有一位奇怪的爷爷。等我把话说完就走，就说一句，就说一句。哇，你以后要和你的小恐龙一起打败世界上的怪物。反正普通人看不到我，你就别喊了。我也是普通人呐。拥有了那个魔方，你就不再是普通人了。那我扔掉就好了。哇，什么时候戴在我的手上了？爷爷您真是的。是怪物的气息，怪物的气息，应该在这儿附近。我先走了啊。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火！是火！如果不赶紧阻止怪物的话，会造成更大的事故。怎么这么快就遇上了呢？老爷爷，您在哪里？现在就出来吧！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报警了。爸爸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难道是连环纵火犯？苦娃，苦娃。